跟你的学生立马可以使用了，完全不用说经过什么申请还是要买的过程都不用了。那我今天可能会着重在我们推到教育部教育的里面的合作备课。那当然各位可以看我投影片，我写合作创客。备课已经不算什么啊，备课就是好像听起来就是我们当老师就很累这样子，因为要上课备课备课备课嘛。所以呢，既然我们都在讲到 maker， 我们就用创客。不过这个课此课非彼课，对，这个课是 course， 是课程的课。这个概念刚刚好啊，就是创客精神的一种。那我们今天就要带各位创一门课，而且创这个课呢。跟以前的那个备课的想法有点不一样。以前我们在讲合作备课，我问各位哈，你觉得这个备课为谁备课？你说为学生，所以你里面放的内容都是学生一打开就看得懂的。有些老师要讲课资历，他有收集一些教材内容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甚至觉得在课堂中我要投影，要投出来。一个动画，你没办法顺利投，请问你为谁备课？其实为你自己，当老师的你，到课堂的时候要上课用，不是这样吗？当然你说我上课是为了学生，是没错啊。但是你整理的、你收集的教材、你收集的素材、你出的那些题，可能就是为了你自己上课要运用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以前的备课哈，常会focus 在为自己教学备课。但是今天我要各位调整一个角度，今天你创一门课是要为孩子、为学生创这门课，意思是说，创好这门课就是要等着他进来，他进来看了你这个教材就看得懂，然后顺着你的教材课程的指引就可以继续往下做讨论、做评量，完成这个学习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角度第一个很大的不同哦。好，我们就不是为自己备课，而是为孩子创课。好，为了孩子创课。好，那当然啦，合作两个字没有改变。所以在座各位，你们待会申请创一门课，不用自己一个人，你也可以第一份邀旁边的伙伴，两个人、三个人共同是某一门课的老师，好，某一门课的老师。好，那借各位的画面一下啊。好，借各位的画面一下。好，因为这个比较仔细哈。这个画面哈，我跟各位讲，我们刚好今天把它做成反布，今天刚好挂在新竹县教网的门口，今天刚刚上架。好，今天刚刚上架，这是我一个其实背后有几个。伙伴很厉害，他会画图，还有很伙伴把它做向量化，然后设计。这个完全不假于，不是假手于印刷厂的哈，这完全是我们的伙伴自己设计。好，包括各位看到的明信片也是，甚至连这个装袋贴贴纸也都是我们伙伴自己做的哈，完全不是说拿出去外面然后用钱来解决这个事情哈。所以每一份的明信片都有我们的。我们的那个人情哈，用心哈。好，我要介绍给各位的，今天当然是着重在合作备课，它就像是一个课程的梦工厂，好像课程的制造工厂。各位，你可以用这种角度，你进去里面，你就可以 DIY， 然后创出一门课。但是更重要的，之后你还可以来，我们通常会用几个观点来看哈。合作的观点是，你可以跟伙伴一起。来当老师创这个课，不是只有自己哦，你可以共比的哈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很轻松的来把教育的资源都加进来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目前的平台放在教育是其中的一项服务之一。那我们也连在这个叫平台，也连带的在平台里面就可以拉其他教育的服务进来。好，大家可以直接看看哈。所以很容易就可以轻松拖拉到把你的教材档案直接放进去，好，那更可以把你的桌把子、Google 云端云碟要把它加进来 ，Wiki 的媒材都加进来，都是很容易的事情，好，很容易的事情。
好，我们再来讲哈，备课备课，常常很多老师就被叫起来。事实上，我们在这个梦工厂里面，其实还可以设计一些教学活动，例如物品，例如 IRS， 啊，例如好多人例如交作业的活动。所以呢，那个谁，安倍晋三是吗？他不是有什么三支箭、几支箭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平台有三支箭啊，第一个箭是教材，第二个箭是教学的活动，所以各位先掌握出这两件，对不对？第三件很少人在提，什么学习路径？学习路径。你用这三件来评价目前放在教育，或是你用的各种服务，包括你们有人在用 Google Classroom， 啊，包括有人在用学习拍，请用这三个来评价它，它能不能让你很容易整理？或是方式教材。第二个，它可以让你设计一些活动，这个活动就是要跟学生教学互动的活动，例如刚刚讲到的测验、评量、作业、讨论、IRS。第三个，通常大部分平台做不到的，我不会规划学习路径。什么意思？学生进来我的课啊，一定要看过第一个教材，才能看第二个教材。这两个教材看完之后，才能交作业。作业交完之后才能考试，考试达到80分，奖励的好玩的游戏才会出现，否则无考就出现了。好，老师，这个不是拿黄语啊，你在这样的一个平台，你就可以设计好路径。好，这个路径很重要哎，你不要以为我嘴巴在念一念好像很顺，那这个路径都包含每一个人对这个课程的想法是什么？好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课和梦工厂有三支箭，好，你掌握好。好，所以当你在这里创一堂课，创的好不好？看你这三支箭有没有用的好。有些人可能只是丢教材啊，只是支箭啊。那真的鼓励后面更好的就是活动跟路径、学习路径的规划。那我们另外有一个叫做学习宝盒。其实你可以立马叫学生就可以进去用了。好，那这个里面呢，就好像是一个电子版的资料夹一样，它可以整理个人的资料、个人的履历，然后个人的学习档案，甚至想要制作，例如啦，我们常常教学生做像旁边那个海报，比如说我给他一个白纸，叫他设计图案、设计文字，好，现在转到网路上。空白的网页，它上面可以放音乐，可以放影片，可以放他的文章，可以拖拉放他的学习的历程，变得很容易组合出这样的网路多媒材的资料。好，这个是 PowerPoint 很难做到 ，Word 也很难做到，因为 Word 里面你要加一个 YouTube 影片做得到 ，PowerPoint 里面你要切个音乐是很困难，但是在这里这个平台其实就提供很简单的。一个很容易制作的一个方式，甚至出版他做好的东西，他可以设定说要给谁看，可以有个人隐私的掌握哈。所以强力推荐这两个，一个给老师，一个给学习者。当然老师也是学习者，所以你也可以使用啊，你也可以适合使用啊。好，那以下哈，先当作伏笔哈，你日后一定会有机会遇到他。好。那我们今天可能会着眼在合作备课这一块啊，当然你可以从这个网址就直接进去，也可以从教育部教育，来登录这样的平台的使用。好，教育部教育当然就是 Cloud 一定可以替代的，我们都很推崇它，就是说啊，它就是我们的大门口了啊，从大门口进来的人流就进来我的这些平台，我的卖场啊。那因此，所有各县市的老师跟学生，其实他都可以在这边登得了，因为各县市其实都有建 Open ID， 用 Open ID 就可以登得了，甚至 Open ID 登完之后，其实他们有一个教育账号。我举个例子，好，我直接用我的 Open ID 登录。那其实背后的真相是这样啊，这个 Open ID 只确认我是新竹县的老师的身份，然后回到教育，其实他有给我另外一个账号，
只是他没有特别提醒你啊。我们看一下个人资料。好，其实我的教育账号是这个。我们的当老师跟当学生的教育账号是这样啊。很尊荣的是小老师，后面是培养一滴一代的。家长社会的是没有这种啊。好，各位，今天印出来有一张学习单，对不对？你大概要记下来，就是这个教育的账号是什么。那如果忘记密码，你可以重新设定。今天最珍贵的就是这个账号密码，它可能跟你 Open ID 的密码一样，有可能，你也可能不一样。事实上它是分开的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各位想一下啊、我们当老师常会忽略掉，我们有时候在一个学校服务的二三十年，最后退休，像我现在已经在同一个学校，从师大毕业实习到现在都在同一个学校21年，我不会想到这个问题。想到什么问题？我的学生国小念完会念国中，有可能从南投换到台中念，接下来念高中有可能到台北念，念大学可能到高雄念，所以不同县市，请问 Open ID 是不一样，他的学习的账号是一直改变，他的学习历程有办法累计，没办法，单单这个账号就没办法累计的。我们一直在讲说，哦，学习历程可以一直累积，骗人的，真的是骗人的啊。我们当老师可以啊，因为一直都有。那因此，现在教育的账号的设计就是说，以后你这个教育账号其实是一直带头的，国小、国中、高中都一样。背后的 Open ID 可以变，可以绑定的 Open ID 可以改变，所以它概念是这样。那这样的就有意义了。我们刚刚在讲说学习历程，它才有办法同一个教育账号一直累积下去。国小6年，国中、高中又再加6年。12年才有办法累计时，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没有账号密码，哪来的个人报？账号密码一直改，哪来的连续性？所以这是很严肃，而且不是技术问题，反而是政策问题。好，那所以目前我们当然为什么一股热的投入到教育？因为看好的是让大家，比较没有障碍的来使用这些服务，好，来使用这些服务。好，各位这样确认完之后，你可以记下来哈，这个很重要哦，因为你接下来这个账号密码，你可以随时使用学习开，随时使用教育大使及教育百科、以媒体、教学宝库。那我们的这几项服务或是各县市的，它都列在教学宝库了。好，我最近是没空啊，我一直想要反映它哦，这样不公平啊，你只列教育部出钱的，前面几个是教育部直接花钱投标案。所以列在前面啊，底下也没有列好，我一直到时候回去叫他列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各县市哈，大家出菜共同板豆啊，出的菜都列在这里，都列在这里，包括花莲的啊、高雄的都列在这里。那我们贡献的是列在这个地方。好，从此之后，各位你不用记得说他是新竹县的啊。你就是觉得教育里面我们做备课就好了，就直接用了啊，你不用记得是哪个县市怎样的啊，你关注的是你的账号能不能用，一点进去哦，自己的名字就出现，然后接下来我今天要申请一门课，中间是你已经参加当老师当学生的课都会列在中间的啊，如果你今天都没有，就是来这边课程啊。那待会各位进来呢，先学我的课好不好？好，请各位待会先打一下双课，因为这里面课很多了啊。好，选到我这门课啊，选到我这门课，然后点进来啊。那我要确认一下，我很怕让各位选啊。这个我的课，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让你可以选进来？啊，我有开自行选课。我可以刻意哈关掉，这56个已经选的课的人都进不来，我另外再开一个选课给各位。好，然后呢？这是秘密哈，所以我特别给各位一个密码，0504哈。你也可以不设啊，你也可以不设啊。所以待会各位找到我的课哈，他会要求你输一个密码，
啊，提米书第五零四哈，是很尊重，是给各位啊，其他人现在目前都进步来五课。好，那我画面还给各位啊，各位从教育局啊登录之后，请选合作备课啊，请选合作备课登进来啊。那先委屈各位学我的课当学生，你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回去你的学生要怎么学到你的课的过程啊。好，谢谢。点点那张单子上面有教育部的 cloud.edu.dtran 的网址啊，那你可以用你的 OpenID 登完确定一下你教育的账号密码，可以稍微抄一下哈。如果你连这个账号密码都不知道，第一关是什么有没有运用教育云，这个立刻被淘汰掉了。因为教育云的应用绝对不是只有查查影片、查查百科啦，其实它要个人化，有个人化，其实它就是你一定要清楚知道你的个人的账号密码。你现在从 OpenID 登吗？他没有查到你的这个账号。老师，你是因为第一次登，所以他会让你挂那个教育的账号。那这个可以跟你 OpenID 一样，可以一样，就是登进去。那我跟你讲啊，待会直接选注册，因为你刚才是选对注册的，然后他那个有时候有一点问题，直接选注册，因为应该是没有账号，没有代理账号。
预设说到时候有什么另外一个电脑进行想打两次，然后把密码弄上来，可以跟你原本 Home ID 一样都可以，你自己知道就好啊，所以他也可以小做一个笔记的，对对对，是一样。你的教育的账号就是这整块，就可以抄下来，啊，这整块。然后密码呢，你就不知道你这边是。教育的账号其实它跟你 OpenID 是分开的，啊，它的密码都可以设跟 OpenID 一样，可是不一样。我们这里的手机吧，没有。好。密码打两次，还可能字数太少。然后你那个备用信箱也要点点啊，我另外一个备用。谢谢。好，已经登录我的课程的有点小无聊，那你就看一看我课程里面目前里面有提供什么东西给你哈。放
选这个也可以啊，但是这个还是不够快。你刚刚不是已经查出你的交易账号了吗？可以直接在这边输入。如果你已经查出你的交易账号密码，直接在这边输入。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件事？我们这个平台本身也有个 Moodle 的 APP， 你装在手机，你要输的三样资料就是网址，还有这个交易账号密码，这三样。所以你真的要知道就是这三样东西而已。好，那你自己看啊，我现在直接登，你来看看速度有没有很快啊？就是说你原本从交易入口跟从这边登哪个比较快？这边快很多啊。这个认证的程式是我写的啊，对，就是说我完全就不要，我也可以从交易入口进来，我也可以从这边输入认证回去都可以哈。那刚刚我请各位进来之后，先当我的学生。啊，当我的学生呢，你就要来这边搜寻，然后打“创客”两个字，那你就会找到我这一门课，啊，找到我这一门课。我在看哪一门课比较好。好，没关系，就是这一门好了，就创客对。好，各位已经选进来，然后密码我故意设一个选课密码啊，0504的啊，选进来。那里面有一些教材的。包含今天的我立刻放今天的，对不对？我启动编辑，我当老师的，我立刻把教材就直接拖拉放，就这样，这什么叫拖拉放？就拖过来了，啊，就丢上去了哈，一次可以拖好几个都可以啊。那今天我用的短片是这个，上面有些是重复的，也有啊。好，那待会我会再利用这个课程来带一些活动，例如 ILS 带各位玩一下哈。那现在呢，除了选进来的人可以先看教材，我也请你点 logo 或者点仪表板都可以啊。来，你现在就直接让你申请开课。好，如果你之前在合作飞客从来没用过，已经有开过课的举手，在这个合作飞客平台有开过课的举手。没有，我本来想说有旧女新知，旧女的话就送小礼物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下一个礼拜再见面，就是了。好，那个看你要开什么课，全名就是可能名称比较长嘛，然后接下来简称短一点。好，那你大概放在教学设计这里嘛，或者行动学习，随便你，看你要放在哪里啊。那开课的理由至少要写一个字以上，红色星号一定要写啊。好，填一下，看你要申请什么课。好，所以已经进来的伙伴就可以申请开课。今天因为我们都在现场，我跟我助理会立刻核准。日后你随时也可以有需要想要申请一门新的课，也随时填这个开课申请。那到时候请您填仔细了啊，因为我们没有碰到面，那你随便打一个什么测试课程，那理由只写一个需要，那我会觉得你是来乱的这样啊。对，所以你之后我要申请课就写清楚一点啊。好，还没有办法进入我这这课，待会可以举一下手啊，来，我们可以协助你。他穿越课程。
这样放。哎，课程的名称没关系哈，之后还可以再改哈。突然进了我也可以。哎，千万不要拿出硬盘那边算了哈。看看你要开什么课，你现在教什么课？嗯，一千多。哎，有可能名称别人已经有取过那个名称哈，你可以自己再加。